欢迎订阅娱乐小公举。这金川搭一直以女主为主，但黑骑士看的花筒实在忍不住想先 PO 一下。这气场开了挂的女二徐智慧的穿搭，徐智慧其实已经出道十多年了，但一直不温不火，无疑脸蛋是美的，但艳不足以脱颖而出，亲迷又有几分距离感。直到极度的化身，编辑把女二写的也帅气个性，从此这个精致干练且自带新闻主播气质才情的女子演艺路显然比之前顺坦许多。试问有多少个女二能在被拒之后仍能自信潇洒甩给男主一句我也不喜欢你。相比之下，黑骑士里面的穿搭和气场是分分钟碾压女主，但对男主太过执念是一大遗憾。所以抛开性格剧情，我们就高高兴兴的来捋一下他的穿搭吧。关注娱乐小公举，为您实时奉上丰富的韩剧同款、韩妆等时尚信息，品牌信息在视频简介里。